现在我们已经定好了，叫它按照我们本村的传统的龙舟叫它挂起来，大概很快的，它三五天就有了。到端午的时候，端午节的时候，都是比较期待这个事情的啊。今天呢是刚提过来的，定租租过来的，啊，所以大家很热闹，很开心。目前我们领发出去的啊，还有自己手里的订单，总共有60来次。那我们必须要在5月20号之前，要赶货赶出去给别人，给龙舟已经贴彩，为端午的盛典了啊，助力。